24日，曾志伟投资开设的拉面店举行开幕仪式。虽然撞上三号台风，但志伟哥的好人缘还是吸引到钱嘉乐一家三口、洪天明夫妇、邓丽欣、钱国伟等圈中好友前来支持。一向爱投资饮食业的曾志伟透露，拉面店首五天营业额已打破其他连锁店记录，并自豪多年来投资大多赚钱。而他也打算将自己的创业经验大方教与更多人获益。所以我也想在香港的 TVB 开一个节目啊，是辅导这个年轻人去创业，还有帮助一些老行业啊，他们怎么样去避免这个守业的问题被人家加注啊，才还能够维持下去。做一个这样的节目，我觉得希望能够帮助一些有理想的年轻人。有志伟哥这位大哥大罩着，年轻创业者们有福了。不过这感恩之心也是丢不得，就拿平喜爱业不为人熟知的陈静来说，早前他以患情绪病为由突然宣布退出幕前，导致业仆三言拍及重写剧本。但日前又爆出陈静秘密为彭浩翔的新电影《曼珠沙华》开工，这无疑令业仆导演钱国伟心里大感不是味儿。我看呢，在网上说的他希望医生叫他不要再开工，因为压力的问题，然后他要回到平常的世界，做回一个普通的女孩子。我觉得这个决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。如果是真的话，那当然没办法，希望他幸福。但是如果他选择生的去开工，开其他的工，我就觉得这个是过人的一个职业，我们就说这个抽手的一个问题。钱国伟还表示，电影公司已交由律师向陈静追讨相关赔偿。